前台湾组合飞轮海成员吴尊早年带同一对仔女参加大陆综艺《爸爸去哪儿》之后，相当受欢迎。近几年直接将事业重心放在内地。吴尊早前接受访问时仲透露，想俾一对仔女去到内地升学。今日吴尊就高调咁样宣布正式移居上海，话我哋搬咗嚟中国啦，新嘅生活、新嘅梦想、新嘅体验，期待创造更多美好嘅回忆。原来早前吴尊一家大细翻咗去文莱执行李，总共执咗23箱行李，一共450公斤。文莱出世嘅吴尊曾经表示自己祖籍安徽，因为爷爷系喺中国金门移民去到文莱，所以自己系中国人。